香港是由263个岛组成，可以很方便从城市到户外游山玩水。如果户外不啱你，香港亦是一个购物和美食的天堂。这里有700多万人人口，如果想在街上踩板，最好的时间就是在深夜。当你吃紧的时候，我哋 push 紧。